恩与同路人。今次的嘉宾是阮安妮。我那时的心态就是我搏晒命赚钱，即是 promotion， 即是神离我好远好远，咁啲神冇排喺我身里边噶，冇噶，一定要叻，我要叻过你，我点都要叻过你。去到嗰度，老细又好中意我 ，promotion 我永远都系好快 promote， 加钱又加得最多噶，梗系我自己啦，即系我仲有边个会帮我咧？即系乜乜？不过我嗰次翻到屋企，我真系好慎重慎重的。冷清冷楚，我一生 ，OK， 经过嗰啲嘢 ，OK， 唔系我，系神俾机会我。记得留意收听嚟紧嘅恩语同路人。